好，我们今天谈一下这个自心流露啊，自心流露。这个自心流露啊，跟天眼通有关系，有关联。我们学佛啊，本来就是在修心。你全心全意的学佛，他这个心啊，光会发露的。当你心光发露的时候啊，也就是自心流露的这个时候。在密教里面啊，我们修行啊，它不只是修这个无形的这个心啊，眼耳鼻舌身意啊，色声香味触法啊，一直到了最深的这个阿赖耶安摩罗啊，这些心不只是修这个无形的这个意的这个心，还有修有形的。有形的是什么心呢？可以讲是你心际里面呢、啊。啊，中脉心际里面的那个若团心，这个虽然是有形的，但事实上它也是一个无形的一个莲花，一个莲花心。在这个莲花心当中啊，有一个光明宏脉，也是五彩心脉。当你这个莲花看能够开放的时候啊，它会放出一种净光。那么这个在我以前呢、啊、这个宏光大成就里面已经提到了。你这个眼睛呢、啊、不一定向外看光的，要向里面看的，这个叫内视法，往你的身体里面呢、啊、去看光，看净光。你这个心里面啊，光明这个啊宏脉里面的五彩心脉里面的净光一显现呢、啊、你就看见明体，这个就是明体。这个时候你眼睛往闭起来，往里面内视，看到里面有一点一点的光，我们就称为明体。看见这些小明体啊，把它连接成为线，一条一条的线，看你有几条线，有横的有直的，然后呢就变成一个光面，就是金刚念，那个金刚白色的念呢就显现在你的身体里面，内啊不在内啊不在外，它是无形的，显现一条金刚链出来。你从金刚链里面呢、啊，就可以显出银，这个就是天眼通。啊，很多人呢、啊，啊，不知道天眼通是什么。天眼通怎么修？很多人讲啊，我精神啊，意识啊，我映到眼睛啊，往外一看啊，就看到了。他不知道啊，这个是内视法，往里面看。真正密教的修行呢、啊，是往内求，所以佛法不往外求，佛法是往内求，往你自心里面求，不向外去求，不是老太婆啊，到庙里面去拜拜啊，啊，去求啊，求福求寿啊，求儿子求女儿啊。啊，求爹爹求娘娘啊，啊，不是这样子求法的，是往里面求。真正的佛法是往里面，往你自己内心里面求。你的这个心中莲花只要一开放，它就有净光产生，你就看到明体。明体呀、啊，就一点一点的把它变成线，变成个光面，你意念在哪里啊，光里面就显出来，
这个就是天眼通。所以外面所讲的什么练什么天眼通啊，什么往外看啊，这个怎么样子看啊，可以讲啊，都是外道。只有这个往内去看这个光，不在内不在外的，这个光啊，不在内不在外的，是无形的。这个也跟这个我们的这个电视啊很有关联哦。你知道电视吗？电视啊 ，television， 就是光点啊，就是呈现啊，呈线条啊，就是用光线啊去交织成为一个光面啊。你知道这个是很合乎科学的吗？这个 television 不是光点吗？你这个电视一打开啊，影像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啊，先产生一点一点的光点，那个就是明点。还有呢，那个电视啊，你要能够幻影，要知道它是几条线的啊，纵的几条，横的几条的，合起来就是一个光面，完全是点线呢、面的本身的组合啊。在密教里面你看也是合乎科学的，先有明体的点，再有金刚念，金刚念再有平面的光，你就得到天眼通了嘛。你要看什么，往里面一看，意念一显现，那个光里面就显影，光里面就显影。你要看黑白的啊，有黑白片啊，你要看彩色的综艺哈、现在这个综艺节目啊，里面都有的，在你内心里面就有 television， 这个就是自心流露啊。所以天眼通怎么练，最重要是中脉的这个莲花，心际的莲花开放，产生净光，你就能够练天眼通了，你就能够自心流露。真佛经怎么来的啊？就是你心际莲花开放，里面心里面的荧幕啊，荧幕里面呢、流出来那些字，一个字一个字啊，显现在那个荧幕上面嘛，心中莲花的荧幕里面嘛，出来嘛。所以我就写出来了《真佛经》啊，啊，这样写出来的《真佛经》啊，就叫做自心流露的这个《真佛经》啊，大家就明白了。大家一听到哦。原来天眼通是这么一回事，自心流露是这么一回事。你在修行的时候啊，也是要这样子的，要精神集中，因为精神集中啊，全心投入，你才可能修到这个啊自心流露。你没有精神集中，你没有这个精神完全灌注在这里面，你没有全心全部的心力集中在那里，你没有办法得天眼通的，你也没有办法内视的啊。内视啊，就是往里面看，看你自己的心啊，啊不是看看什么啊，你往里面看，好我就往里面看、看不到什么什么乌麻麻的，看不到什么。所以我们呢、密教里面呢、修气脉明点，你脉通了，这个莲花开放了，净光一产生了，一定得到的，得到什么呢？自心流露。讲到这里 Om Mani Padme Hum。